果让我离开你，怕你亦能平静，只愿你放心，也不要你担心。如果让哎，老杨，你换新款华为了？哪有，这是 Mate Slim Pro。现在中国城的二手华为性价比很高，我觉得才花了2699，比新款便宜了4000多呢。用的也是5G 麒麟芯片，信号特别好，是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转转是一个官方一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，只卖正品，上面的平板也很不错，真心推荐买二手，只卖官方验过的。缠绕，几时长发飘飘？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？总是多情惹的呢，如果让我遇见你，把你正当年轻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。如果让我遇见你，把我依然年轻，也想